大家好，我是艾菲尔，为您播报3月22号礼拜四各星座运势。首先要恭喜的好运星座有金牛座的朋友，在今天呢是信心十足，斗志昂扬啊，健康运非常的好。双鱼座的朋友也要恭喜你，是浪漫约会，健康好运啊，职场当中的工作效率非常的佳。处女座的朋友呢是这个业绩增加，老板嘉许哦，工作当中有好心情。两名星座在今天特别小心，分别是射手座的朋友财多身弱，注意健康。牡羊座的朋友呢是皮肤过敏，晚上会有一些失眠现象啊。各星座在今天的幸运数字以及幸运颜色，火象星座请你用金色数字9，土象星座请你用白色数字8，风象星座请你用橘色数字7，水象星座请你用红色数字6。